奉献非常的多，我们CU干事是不是给掌声？谢谢。
要感谢我们无毒无毒室友，担任四月开设摄影记者以及义务活动的副主席。你们看看，其他那么多的室友，全部热心的投入我们狮子会的社会服务。对啊，对啊。即将接任的王友兴会长，我注意到他，真正的了解他，是最近半年透过市医院刊的关系。他是一位认真负责、肯牺牲奉献，而且只要有任何任务交给他，绝对是圆满的达成。更重要的，我更发现他有一个长才，我从没发现过的，就是对人事组织的规划、责任的安排。我参加48年的狮子会，从没有遇过国际总会能够夸赞的就是我没有完整的章程，但是他只有薄薄的2本。但是呢，我们王师兄光是这一次为四月刊编辑了、制造了他的组织架构表以及他的执掌分配，就胜过国际总会97年来的任何一次都没有。我给大家看看，在这里来给他一个赞。还有，这是非常非常意外、非常特别的。我特别的向国际总会长，为我们即将接任的王友兴会长申请了表扬状，因为他的工作是几十年来没有人做过的，所以现在这份荣誉呢，也要邀请我们的总监来代表国际总会长来致官。前所未有的，准总监能够和准会长能够得到。OK， 请大家的掌声。我最激动。
候，是民国几年呢？是民国91年，今年是民国103年。所以吉达对我们梅花国小的贡献已经有12年了。
雅族跟阿美多人数的。我觉得狮鹫的文化要非常非常的难，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志峰西，就要把原住民的文化可以带到我们的全台湾各地，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从小四年级的同学，谢谢他们。好，谢谢。
谢谢。